各位好，今天由我世纪廿一二田地产 David 为大家介绍一个楼盘。这个楼盘是大埔的耳龙山庄。耳龙山庄就位落于教育大学的附近，这里都属于一个豪宅的地段来的，附近都很多豪宅的楼盘。我们一入屋见到一个很长的四方厅，这个单位实面积就761尺的，是三房套厕的单位。咁厅嗰度咧，咁啊业主就摆一个长嘅电视地柜啦。咁我哋再望一望个厨房啦。咁啊，厨房都好宽敞。系啦，带咗个洗衣机同埋三嘅个炉头嘅，三个炉头。咁啊，再望望房间。我先睇咗個細房先啦，咁啊細房就業主都做咗一個一排去到頂嘅衣櫃，咁另外一間細房，除咗做衣櫃咧，就做埋個書台，咁啊再睇埋個客廁方面。咁我哋再望望个主人房啦。主人房方面咧，就业主都做咗一张双人床啊，做咗啲梳妆台，同埋一组去到顶嘅大嘅衣柜，空间感都好十足，好阔落。再望望个主人房厕所。咁啊，主人房廁所都保持得好新淨。咁啊，另外業主主人房呢個咧，做咗一個半個房嘅衣帽間，咁啊擺咗一個做到頂嘅衣帽間嚟嘅，係啦，喂，好，今日嘅介紹樓盤係咁多。如果大家對呢個樓盤有興趣嘅，可以聯絡我哋世紀一二田地產，謝謝，再見。